我开喽！哇，谢谢零号色的液体，你是第一名吧？嗨嗨嗨嗨嗨，直播直播。谢谢图书馆和星星月月的奶茶，晚上好。哼哼，谢谢夸奖，为什么夸别人也呜呜呜呀？谢谢三木木木的奶茶，晚上好。对，我把那个盖住了，铺了点粉盖住了。谢谢高冷潜质在发光的奶茶。刚不是看见了吗？刚，MC，今天好漂亮嘞！开心不？怎么说呢？怎么啦？我怕。好，我降低降低。怎么说呢？他说我的腿扎手，我能开心吗？早知道不去了。没有那么夸张，真的，相信我。我跟你们说，他肯定是为了 MC 效果，我的腿才不扎手呢。而且之前在台下，就是他们都就是试摸了，都没有人说我扎手，好的。那是哈。栗子在直播，在直播就在直播呗。谢谢落英苍穹的奶茶。连麦连我不，我生气了。谢谢小魔王的奶茶。我就。和他绝交一晚上，对，明天还是要继续喜欢他。谢谢娘子汉的奶茶。哦，还有5分钟。刺客567是什么呀？没有看过。谢谢若日尼奥的奶茶。我的外卖到了，但是我直完播再吃吧。我点了一个自热火锅，对，因为想吃这个，谢谢。对。不急不急，我现在不怎么饿，主要那个火锅吧很麻烦，就是要弄半天才能吃。就是我看见杨雨欣嘛，她门口放了好几盒海底捞的火锅，然后我每次路过的时候，我那个火锅都引起了我的注意，然后我刚刚就问她，我说，哎，那个火锅是你的吗？他说是啊是啊，他说你想吃可以拿，我说好呀，就等你这句话。然后我给杨雨欣说，我说你赶快把小火锅藏起来，不要让别人进去。你太坏了。
然后我拿了吗？我没拿，因为我自己点了。对，我先吃自己的。哎呀，今天公演热死的人了，我前面跳完。对，我眼馋好久了。5%的电，谢谢元气骑士的奶茶。上海很闷吗？今天特别热哦，就是没有吧？好像我记得刚开始是开空调的，是跳的。他们说你生气了。我没有，我都是他们玩的，怎么可能生你的气呢？对啊，我有什么不可能会生气啊？是啊，怎么可能呢？你们这些小。小人啊，在这被人告状的小人啊，你们在这钓鱼啊？嗯嗯，是谁啊？是谁造谣我啊？就是，店员说话真的好甜啊！啊，我怎么没有气呢？店员，我怎么可能生你的气呢？一好黄呀，你要、就是、我不知道这灯光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黄，我在想他们房间，他们房间就黄。你才是个黄人呢！你在谁的房间呀、啊？小金听月。哦、oh. 嗯。我给你看我的儿子，儿子来。儿子在那干饭，等一下啊。哪个儿子？哎呀，我雪糕。嗯，刚刚了。拖把不是吧？这不是拖把吧？不是，它是雪糕，它改名了，雪糕了。它怎么长这么大了？我才对、啊、快的，它长很快的。天哪，已经不是小猫咪了，它已经变成大猫咪。但是你没有看到一只更大的小猫咪。嗯，大。哇，是哪个胖子啊？胖子、啊，今天你没说胖了。他俩很快乐。他俩很快乐。嗯，还是今天更大一点，还是今天更大，还是还是没有要蛮小，我不要脸，好多人不挑，唱歌静静你直播吧，没有生气就好啊，没有生气不要生气，妹妹不会，拜拜，好，好挂了，我觉得是。让我冷静一下。明天要去打疫苗。哼，以后我哪敢在直播里乱说话，立马就给我传出去了。多没面子！现在零点了，就因为零点我才这么说的。一晚上已经过了，对，现在是新的一天。谢谢韩君灭的奶茶。我看看呀，打个针有什么好？谢谢 K U R O R O 的奶茶。对，今天是15号，我今天要去打疫苗。你不明年打？没有没有，今天。以为你要明年打。对了，我和你们说，我今天哇，谢谢小左的也。谢谢。我今天 B 站刷到了一个视频，点开之前我是没有想到这么好笑的，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。我今天的快乐源泉啊，我的平板呢？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去看。找找哈。嗯呀，咋还要登录呢？等会儿。为什么第二针会疼呢？是因为针管被硬了？哎，还行吧。我其实对打针没有特别害怕，之前只是就是嘟囔。等我一会儿。
登录成功。对，你们去搜索这个视频，题目叫与校花甜蜜又痛苦的过往，竟是我社死的开端。看这个收获快乐，一定要就是看完这个故事哦，因为它分成上集和下集，然后你看完下集以后记得看评论。对，生活快乐。我这在床上，我感觉我在床上就是笑打滚，真的是笑的打滚。没记住，就是刷到的一个视频。与校花甜蜜又痛苦的过往，竟是我社死的开端。给你，不会，然后我直播间人全部跑了，跑去看视频了。对，小明同学，我就是非常喜欢喝这个口味的。没有，那个评论里说什么，就是说传言的。真的吗？我记得里面有一条是说，那个人说什么，他有一段时间没去学校，然后。你还记得这么多啊？我记得，然后。大家以为他没了，以为他人给没了。啥？还有一个点，今天好紫，对，今天是紫色的。以为他没有，就是轻生了，也真是荒谬的。还有很多，哎，那个叫人家叫黄晓明吗？哎，你给我推荐什么名字啊？刚那视频吗？哦，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忘了。这个还不算最奇葩，还有很多，那我不好意思说出口。嗯，谢谢 LDZ 不喝绿豆粥的奶茶。啥别关机呀、啊？你们有啥就是快乐也要和我分享。喜不喜欢睡懒觉？那我可太喜欢了。星巴克出什么新品了？我比较喜欢喝星冰乐。谢谢梁子涵的奶茶。每天看社死视频，每天都收获快乐。YY 叉的聊天室关了，房间吗？房间吗？哦，我知道他 YY 叉关，因为他最近一直在丢东西，他想静静。哦，因为心情不好吗？可能就丢了东西。他最近一直在丢东西，让他给自己买一个转运轮，然后说想转转运。确实，之前他跟我去那个优衣库，哎，不是 mini 锁，买了很多的什么玉龟狗的娃娃，然后呢买回来。那我们喝水。结果他第二次好像又去买了。比利时巧克力慕斯新冰乐，听起来不错。回去嘛，然后好像化妆包丢了，他今天都是用我的化妆。啊，他化妆包丢了。对呀、啊，而且。是我这我也自闭，他的财产没了。他说里面还有护肤品。天呐，他的家当没了。天呐天呐！可怜 YY 叉呀。我的，反正我的家当就是化妆包和小裙子。嗯。这个跟那你是要快高考了吧？还是中考？我们那段时间也是。但裙子丢了也没啥，因为可以穿新的，有理由买很多新的了。但化妆包丢了，对不起，我会很伤心，因为全部要重新买，我晕厥了。如果他们丢了，我肯定 so sad。我也要关。
没有，我的裙子就是，就是也很多都挺便宜的啦，就丢了也还好。你就当那个什么给你。但是还是有几件不能丢，比较重要的。买呀，但是就是这个过程，你接受还是需要难受一段时间。不会哭。丢化妆包等于丢脸，对，是这样子，没错。在你们印象里，我就是个很爱哭的人。我是孟姜女吗？哭，还好吧，就那么几次，而且我那几次哭也不是，哎呀，也没有哭很久啊，那个就只是个情绪的表达而已，没有是真的很伤。播到几点呀？反正再播一会儿。想听我用衡阳话撒娇，我不怎么会讲衡阳话哎。就是我讲的不太标准。而且我其实我在家里也不怎么讲衡阳话，就偶尔。而且我一般也就光是直播里，不在舞台上就没有流过眼泪。试试，我害羞，我不好意思。和长沙话像吗？不是很像。我感觉每一个地区的方言都不太一样。你可以给我说粤语我估计也听不太懂。普通话撒娇，哈，就是想骗我撒娇。啊，你刚飘。我可不是那种天天撒娇的人，好吧。嘤嘤怪似的，天天嘤嘤嘤嘤嘤。我看我能不能扎的好看。我今天实在跳舞跳太热了，然后就。就把头发扎起来，我觉得这以后真的跳公演，头发又长又多又厚，但脸还是有点小圆。封面这道图发过没？还没有。但是我今天已经收到成片了呀。骂你，那可舍不得。谢谢万人民宿金米西的奶茶。晚上好。虽然每次告诉自己不要哭，但是当下的那个氛围，一天都怪延庆。我又怎么啦？庆祝了我生日快乐，然后我就没有忍住。你看他多爱哭。我跟他说生日快乐，他就哭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新图准备什么时候发？你猜？嗯。因为很少感受过人间的温暖，所以谁对我一定跟什么人就很感动。怎么是甩脸上的？但还行啊，比我披头发好多了，披了。我这叫盛装出席是吗？不，人家平时就是这样子的。什么呀 ？B 站也没有我哭。我涂了唇油的，但是我嘴巴还是有点干。谢谢西蒙的奶茶。对哦，520应该要发微博营业。嗯，谢谢亚西亚雷的奶茶。我今天就是听到奇境的 mini live 了，因为我就在里面化妆，他在外面唱歌，真不错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每次都被惊艳到呀。那个滤镜也是蛮迷惑的。不过感觉到很哇，谢谢超想喝冰香草拿铁送的夜蝶，谢谢。嗯，会很感动或者很开心，但也不至于哭出来。嗯，看过奇形的奥特曼吗？看过，看到那个封面了。人马上就背不住了。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一般送完就溜。好吧，晚安。啊，那视频我没看，我只看到了一个截图，因为是那个公演封面，我就是刷到了那个公演视频，没点进去看。好温暖啊，
他今天就是咪蜡的时候就说你相信光吗，我还以为他要来一首奇迹再现，结果好像没有唱。奇迹在线你们也会抠，真的吗？哇，谢谢加油站打工的加油公司的叶比。你们不知道吧，我就是迪迦粉丝。对，那年不要不是我在电视机面前用手电筒照着迪迦，哼。对，我想要发光，闪闪发光。十多集前的衣服，勒脖子，勒腰，跟蒸桑拿一样。我当时看大家都是虚，空中又飘着那个烟跟那雾，妈呀！对，我就是。哇，谢谢小组送的夜点。本子我也喜欢留。你是不是个胖子呀？因为你爱吃奶油，所以你一定会长得很胖。听到了没？胖胖的人是少吃点奶油。几点啊？别看了。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。不要。我不该说话。栗子在晶晶的房间呢。我好想住三楼呀。谢谢洛卡米尔的奶茶。为啥？因为住二楼就是跟他们太远了。就是都不来我房间逛，就很少。我们都是二楼互相逛，三楼互相逛。二楼到三楼感觉很遥远，虽然也会去过，但是不就是没有那么顺流。嗯，我要是在三楼，离得很近，就会更好。能给叶总提吗？好像没房间了吧？嗯，杰哥在二楼呀。对啊，如果有房间可以搬，我就想搬去嘛。而且三楼房间比我二楼的大很多。发是可爱，那我人不可爱吗？第一反应，其实我更想摸摸他的，因为感觉他皮肤特别好，特别白。
我就难受。但是是，但今天确实他在吃粉，然后确实很香，馋到我，所以我也就点了一碗。吃粉？你今天是在嗦粉吗？嗯。你点的是什么南昌拌粉吗？嗯，对，是一个拌粉。嗯，好香啊！然后我就也点了。什么东西啊？纠缠绕指。啊，我这个耳环是小巨前辈同款哦。没有吧，我只是觉得粉呢。谢谢嘉哥的奶茶。就是口感很好。只是长得同款，应该并不是真正的同款，可能人家的是四五位数，而我的是20块钱。对。我胃穿孔就是吃方便面吃。我也不懂这个人，他明明可以有其他的食物，然后他就觉得谢谢嘉哥的奶茶，就经常吃，然后把自己胃吃成那样。但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因为生气什么的，就各种原因。我觉得方便面偶尔吧，就尽量还是吃。但是我觉得我20块钱买的很快乐。对。因为啥每次发现就不能正常？你看，省了这么多钱。谢谢嘉哥的奶茶。我小的时候是经常吃，我以前的腿可是输了。小的时候不好好吃饭，吃方便面，然后就吃的很瘦。后来去我姑姑家，就是我姑姑做饭了。你喜欢细长一点的耳环？这不细长吗？但是上舞台就是要比较显眼一点的比较好看。非要有意思，正常交流就行。而且有时候你觉得有意思，我觉得没有。那是，勤俭持家就是我本人。我觉得每个人的腿都有点肉的，但我腿确实肉很多。我腿上。那没有，在舞台上就是要那种闪闪的东西。不，我腿最近变粗了。谢谢嘉哥的两个奶茶。祝你好运。长一点是不是显脸小？我也不懂，我就觉得我头上什么都没有，就少了一点什么。上工一点感觉必须得，我每次都会带一个，就是一个就是饰品包，里面就装着很多要用的东西。这个感觉哇，谢谢树云子的奶茶。我喜欢瘦成麻杆的。加油。蝴蝶结可以当变声器用，啥意思？作为一个正常的人。对，我觉得我经常戴各种各样的蝴蝶结。蝴蝶结女孩本人。柯南哦，我没有怎么看过柯南，不懂。手表还可以当麻醉针。我只看过柯南的剧场版，就是那种电影看过一两部吧。电视剧我真的就没怎么看过了。我摸过吗？好像都忘了那个感觉。平时看啥？哎呀，嗯，这个皮肤都差不多。最近会看一些番。想到，但是老刘的。之前喜欢看韩剧什么的。腿就是软软的。好变态啊！有人说他是我腿毛犯。明天就给他刮了，看你犯谁去。在下属实，不用在意，我哪里不对劲了？最近的不行不行的，被吹走了那就走了呗。
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说明到时候的该走的。那怎么办嘛？其实我就是因为刮过，所以它变得有存在感了。我的胡子就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你的腿还好。谢谢嘉哥的奶茶。我摸了，没有感觉到很明的。就是没有以前细了嘛，以前更细。肯定是我摸的，肯定是我摸的很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那个摸起来，闭着眼睛摸起来，谢谢优越的应援棒。就是真的跟你，对，很难分辨，根本摸不出个啥。除非那种特别宽和特别细。没有啊，女生也有，这个叫汗毛。只是因为我刮过它几次，它就变，就真的变成胡子。胡子。嗯。嘴巴人家。我昨天不是去拍写真嘛，我去之前还刮了胡子。啊，我不应该告诉你们这些，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些。不能啥都跟你们说，好吧？这种觉得会被嘲笑。真的吗？那如果别的女孩子也跟我一样，那我就无所谓了。啥时候大扫除啊？怎么说？再过一段时间。我没有剃须刀，我用的是刮眉刀。大的扫除的话，现在还不用，再过几天。我房间乱，只是就是衣服还有东西摆的有一点乱，就是我自己这边。我老想给我搞个柜子。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衣服很多，就是堆在这儿，太多了，感觉有很多的灰尘。那我不会，我懒吗？我可以说我懒，你不能说我懒。我哪里懒？我很勤快的，我房间卫生我都打扫的。你干嘛去？没什么，我吃呀，我来，挺好，什么都是我倒，嫌弃你，你那床单，我怎么你啊，你那床单今天拖地绊死个人，我不拿快递，我就滑死，那床单，你不准说，你闭嘴，那床单掉地上，我已经说完了，那床单掉地上不塞进去，把我滑死了，我真的。还好我一个控制，但我要受伤了，我要去讹他，给我损失。然后默默的给他把床单再塞。那我床单他自己要掉地上，那关我什么事？我说实话，你那床单已经掉了两三天了。真的吗？你昨天也掉了，但是今天没有很夸张，昨天你不要再说了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，啊！你要适应，你要学会适应。真的是，都是自己人嘛，有什么？没有面子。要什么面子啊？都是自己人，你的小庆，对吧？都是自己人。结果床单嘛，这还咋的？我气鼓鼓，气鼓鼓。自己人。我这个接纳度很广。我会去洗床单的。不是洗。掉地上不能拖地上，你可以掉地上，但是你不能影响到我。他是要掉的，换个话题，快点快点，换个 MC。换个吧。谢谢。快到点，我已经长。不会吧，我射死了。你那床单比起你那桌子已经强多了，好不好？你别再说了，以后我不和你一块直播。你跟我直播直播，我说我的，我有什么影响？我自己一个人开，我也可以。不说了。你们看看他欺负我，他欺负前辈，他欺负他的前辈。谢谢印第安老半球的奶茶。
我也乱呀，怎么的呢？我的床单也乱呀。谢谢。需要打破亲情的这个包袱。他们不会因为这个就不爱你了。我没有包袱的还是我嘛，对吧？缺一个床单而已，对吧？这都是爱的表达呀。看完那个视频，啥视频？哦哦哦，我推荐的那个，好笑吗？其实比起视频评论，对评论更好笑。让他们去看看评论吧，要笑的已经绝了。嗯。就像我平时我看番看剧，我也会配合弹幕看，因为有时候弹幕更有意思。我用卸妆，用眼唇卸卸眼睛，然后再用卸妆油卸脸。因为我平时化的舞台妆比较重。突然升华，因为现在的人就很容易随波逐流啊。而且你有弹幕老喜欢剧透，有时候不会吧，而且我不介意被剧透一点了。我就是那种好奇宝宝，我就想知道后面发生啥。我觉得弹幕唯一一点不好就是它会挡住你看男女主的脸。看了，看到了。啊，智能屏蔽就是不会挡脸，对吧？我没调过。我们不在一个频道，聊的不是一个东东。也是甜美的，只不过它是一个接地气的甜美。谁啊？啊，谁啊？不知道。我们在说接地气的甜美，不知道是不是。微微差呀。嗯，可能吧。或许甜美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化工是啥？学理的吗？没有电了。哦，那我下次可以试一下。对啊，今天的官司在换了一件衣服挑，你们觉得新衣服漂亮还是原来的漂亮呀？理科甜，我像学理，我大大的像个学文的吧，就我这脑子，就我这，嗯，但也别说，我觉得我是聪明的，我是个聪明的女孩，就是我觉得我在某些事情上挺聪明的，但是有些事情我确实就很蠢。化工就是学化学。今天好显白，但我今天没有擦白白霜哦。看到你那边光线，我觉得我今天好圆肿胀。人家是说公演上面了。啊，这边头发放下来吧。不，我不能把你打疫苗，因为我特别害怕看那个针，看打针。对，我每次去抽血的时候，我都反正心里特别的难受。不是看着呆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也做不了护士和医生，因为我看见那个我就会腿软，所以全身难受。我自己嗯，但是我脑子是清楚，只是是因为我喜欢放。就是小时候打针嘛。就是他们会用一个那种塑料的那像管子一样的绳子把你手扎起来，每次我被那个绳子扎起来之后，我就开始颤抖，对，我整个人都软了。不是冥想，冥想的话是脑子还想东西，我就是啥都不想，就发呆放空，就是发呆。你们没有过吗？我最喜欢就是在明天就要去挨我的第二针了。希望我打完以后还能够正常跳公演哈。四个针孔，
天呐，路！而且你知道，在那个台上，灯光就是一打，然后雾蒙蒙的，你就感觉自己有种要飞起来了，要升天了。是呀、啊，我啊，我也很怕疼。等待的时候，哎，算了，为了健康第一嘛。我会在后面休息休息，我没下去都不错了，还怎么的呢？但确实太热，这个衣服这，看之后换了那个衣服能不能清凉。今天剧场应该是开空调了吧？你们不热吧？对啊，第一针啥感觉也没，放松肌肉，怎么放松肌肉呀？嗯，大家也要注意安全。我只有打两针吧，他们说有的还要打三针。啊？是之后的。拜拜。啊。偶像。打十二点半。嗯，你要播到一点。没有啊，我也差不多了。烧烤还没有给我打，哦，我还没有吃东西。烧烤还没有给我打电话，但我觉得他应该到。我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打电话了。每次都得凭着我的感觉，感觉他快到了，然后去拿。好的，我明天去。反正应该就是明天。打完再和你们说。今天打完，我们要去吃个椰子鸡。那边的椰子鸡特别好吃。嗯。但是我明天要先出去，我明天。你不用汇报的这么清楚呀。谢谢三，谢谢二二一，一点都不浪的。奶茶。好，吃完卸完妆洗完澡就睡觉，估计这一套流程下来又不早了。做女生真是太麻烦了。就是一个比较平常的一个小店吧，但是就是味道很好，而且量真的很多，上次都没有吃完都打包了。是吧？但是，你也打麻将？嗯。谢谢。边直播边卸妆。哼，你就是想骗我。直播卸妆呗。你那点小心思。今天不是在，今天不是静静，齐静在开那个 mini live。他的那个歌单跟我好像哎，他今天唱的那些歌都是我网易云的歌曲。别看了，主要是太麻烦了，我还要得去洗手间把我的东西几瓶啊顺过来，太麻烦了啊。约好了呀，明天都要去打了，肯定就要约好了。而且我们附近有一个不需要约的。哼。其实你想看就看的。睡觉吧，睡觉吧，那我就溜了。谢谢小偶像的 QWBF 的奶茶，那可不。晚安。你晚安了，哎。那。
好的，九九。那我们到此。